在30号下午2点左右，在瑞芳市区有民众报案，车内有男女发生争吵的纠纷。哦，警方到场的时候，男性友人已经离开，那因此警方随即在周边实施访查，侦查队的同仁很机警的在路旁的一个民宅里面找到当事人，然后并由当事人陪同，直接在他的车上查获改造枪支以及模拟枪各一把，子弹一发。